Good morning, 亲爱的朋友们。今天是7月25号2021年星期天上午的11点半。我呢在吃了一碗皮蛋瘦肉粥以后，打算给大家录一期节目。欢迎来到今天的早起听书。现在我面前呢有一杯我自己做的大枣姜茶。在这个三伏天来去去寒气和湿气。那我突然呢在微信读书上发现了一本小书，这个书叫做《会痛的不是爱》，它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，因为呢它总共有366个章节。怎么用呢？它是说每一次我们随机翻到一页，或者凭直觉挑选一个1到366之间的某个数字，就好像是你打开了宇宙给你的信息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下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一刻。然后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来说，这种方法会尤其有效，也可以用来了解和察觉你的所有关系。当然你也可以一天阅读一课，按照这个数字的顺序一直持续一整年。好，所以今天呢我呢就看了一眼这个目录，发现今天特别吸引我的是第34章，叫做付出就是领受，也就是付出就是接受，就是得到回报。今天早上呢小明在家啊，他今天没有上班，所以他就看狮子王的那个电影，刚好我就听到了辛巴和他爸爸的一段对话。辛巴的爸爸说，等到我死了，这一片地方就由你来守护了。然后辛巴就说，哦，那到时候我就可以拿下所有的这片领地了吗？他用的词是 take。 然后他爸爸就说，一个真正的好的国王或者领导者不是在想他能够拿什么，他能够获取什么，不是 take， 而是他可以而是他可以给出什么。所以一个是 take， 一个是 give。 然后镜头一转，转到了辛巴的叔叔，就是刀疤。你就看到一个付出的人，他整个是舒展的，无私的，感到安全的，然后身上是带着光的。然后刀疤呢是萎缩的，阴暗的，自私的，匮乏的。而这个也恰恰是很卡住我的一个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自认为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我大多数想的是怎么样去 take， 在我 take 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具备了足够的能力，所以我可以获得某样东西。但读完今天的这一章以及狮子王的启示以后，真正重要的是我只要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付出出去就可以了，我就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回报。这个逻辑是我需要不断强化的逻辑，从一个自私的想要获取的人不断的给自己加上标签，加上标准，认为只有这样的我才有资格获得什么东西。
但是当我是一个无私的奉献者，只想着把最好的奉献给最需要的人，我一方面不用再这么为难自己，第二个方面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回报的日子，因为最好的付出一定会有最好的回报。 OK， 那这一章呢，他说付出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感受之一啊，但是付出和牺牲是有所不同的。牺牲是不允许我们有接收回来的这个动作。那当我们付出的时候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伟大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感到愉快，并且在当下就能领受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早期的许多原住民部落那么的慷慨，因为付出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灵性的伟大。付出事实上就是一种领受，我们对于某人付出的程度，就是我们能感受他们付出多少爱的程度。他们可能全心全意地爱着我们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付出，就没有办法敞开到足以收到对方的反馈和付出的程度。透过付出，我们将体悟到自己内在以来那种一直的丰盛。这样的体悟将让我们明白领受的真意，我们将能够收获自己所付出的礼物或者感情。我们付出体验并且接收自己灵性的美好。所以今天的练习呢，是我们想象自己拥有全世界的资源。不管你认为有谁需要什么，你都可以用丰富的资源祝福他们。在这一整天里面，花时间对某些人付出，去支持你身边的人，多付出一点点，不再只想着自己，露出更多的笑容，多跨出去一点点，和人接触。在内心想象一个人来到眼前，然后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。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想象一下，哪一个人来到你面前，你又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礼物？光是脑海里有这个画面，其实就让我很开心了。不需要什么理由才能付出，只是因为这么做你感到很开心。想象你祝福身边的所有人，整天呢都忙着送着这些礼物，你就是大家的圣诞老人。每个人都因为你的到来而满心的欢喜，而你做这一切是因为它让你感觉好极了。带着这种想法和微笑，大家呢去开启新的一天吧。我和你们在下一期的早起听书节目当中再见啦。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感恩、幸福、充满魔力的话呢，也请在我的频道去找一找关于吸引力法则这方面的视频。那如果你想更加的爱自己，就去搜索生命的重建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都把所有的视频看过了，
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我的帮助，那你也可以呢在 CC Talk 这个平台去找我专门为大家开发的感恩28天的课程。这个呢它是28天，每天都有一到两个小时的视频的一个课程，那你就可以在睡前跟着这个视频听着我讲话，你就可以边做你的事情，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在你睡前的频率，整个人会变得平和幸福，和宇宙同频，整个人是带着那种感恩的轻盈的感觉来结束每一天的。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在这28天的过程里把感恩当作是你日常的习惯，这个是我可以给你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了。那希望你呢也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找到你一直想要的那种平和幸福，是宇宙的孩子的那种安全感。好，我和你们呢下一期见，课程的信息我会放在这一期的简介下面。拜拜， Have a nice day!